我哋肝宝嘅主要功能系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同埋减痰色斑。俾题：戴维斯 （Bette Davis） 自美国电影、电视和戏剧女演员，两度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百老汇音乐剧登台演出后不久，戴维斯于1930年搬到荷里活居住。然而，她早期为环球影业所拍摄的电影并不成功。1932年，她成为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合约演员。拍摄了多部电影，广受赞赏。1937年，他离开公司，寻求独立发展。尽管在这场著名的官司中他败诉，却也是他演艺生涯中最成功阶段的开始。1940年代末期，他已经是美国电影界顶尖的女演员之一。他的表演充满激情，事事追求完美。为了能够具体塑造角色而经常与制片人、导演和其他演员深入探讨，甚至发生争执，并经常被报道。他直率的个性、清脆的嗓音和叼着香烟的形象经常被效仿和挖苦。Bette Davis 自1980年代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诉说比提戴维斯时而娇媚时而泼辣的非凡眼神演技，广受美国人欢迎，且已成为20世纪流行文化著名代表之一。当戴维斯老年的时候，他的成就为世人所肯定。曾经在1970年代早期策划过他的巡回演讲的约翰·斯普林格如此评价：和同时代的演员相比，戴维斯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真正的明星。他扮演的角色形象多变，即使作品本身很平庸，他仍然可以演出自己的风格。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科林斯在1987年分析电影《香煎女》的时候，称赞戴维斯的表演才华横日，不可思议，并写道：比提·戴维斯·史莱斯利·克罗斯比成为银幕上最非凡的女性之一。2000年在回顾影片《睡星美人》时，罗泽·埃伯特说，戴维斯是一种伟大的风格的代表，即使他表演过度，也是逼真的。戴维斯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第一位担任主席职位的女性，她是第一位得到10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演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电影学会颁发的 AFI 终身成就奖的女演员。他的演艺生涯几经起伏，演绎了超过100个电影、电视和戏剧角色。他一生结婚4次，其中守寡1次，离婚3次，并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独立抚养孩子。他的晚年疾病缠身，然而直至因乳腺癌复发去世不久前，他还坚持表演。在他逝世的几个月前，戴维斯成为《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在回顾1939年的电影和明星的文章里，《生活》杂志认为戴维斯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演员，而《兴河薄命》是当年最重要的影片之一。他逝世的消息成为全球很多报纸的头条新闻，并评价为荷里活黄金时代一个重要的章节合上了。安杰拉·兰斯伯里在他的葬礼上代表荷里活协会发言，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他的一生经历将鼓舞那些立志成为演员的后人。1999年，美国电影学会颁布了 AFI 百年百大明星，
从500名20世纪的电影明星中评选出50名最伟大明星，以吸引公众对经典影片的注意力。在评选出的25位女演员中，戴维斯名列第二位，位于加芙莲·歇宾之后。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